好的，那这个时候呢，在我身边呢，有的就是来自 Nanyang Expertise， 有的就是这一位我们的 Mr. Leon Dan， 还有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位 LV。Hello， 欢迎。那首先呢，非常恭喜两位今天获得的就是 Excellent Suppliers of Raw Building Materials。那今天获得这个奖项有什么特别的成功秘诀和大家分享吗？首先我觉得做企业一定要创新，勇敢面对，那么选择大于努力嘛，就只要不断的坚持呢跟努力呢，就会达到想要的。所以我想给予大家的一句话就是，创新加努力就会变成卓越。是，没错，就是回到最基本的创新，最基本的努力。那其实你们公司最主要的业务是什么？我们是建筑材料供应商，最主要就是供应沙、石头和泥土。那其实今天获得这个奖项，我相信其实在市场上和你们一样在经营同样业务的是有非常多的竞争对手，那可以获得这个奖项非常的不容易，有谁想要特别感谢的吗？首先当然要感谢南亮的团队，我每次在拿奖的时候我都会讲，拿奖我只不过是代表而已，成就在于团队。再来呢，要感谢我的哥哥，因为有他的栽培之下呢，他的弟弟也总算有一点点的出人头地。最后要感恩的就是我身边这位最重要的女人 LV， 因为是她赋予我家庭，无论顺境或逆境的时候是她陪伴我，无论有多大的挑战，因为有她在，我觉得人生中有最强的后盾在，没有什么坎是过不了的。是，没错，我们说成功里最不可缺少的就是爱。 对，那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向往着做发展，我希望未来的五年，南洋遍布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角落都有南洋。我有一个理念，我很希望可以起很多 affordable house 去贡献给更多卓越打拼的青年，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值得拥有一间家，所以我希望在我未来的五年之下打造3000间可负担房屋，献给每一位最值得拥有的你。是，没错，这个奖项你们俩非常值得拥有。是，谢谢，恭喜你们，谢谢，感恩。 Thank you。